停一次就行。这里操作示范，以前越南佬也是看，都不太喜欢。我靠，这么大压力啊！待会下去的。下去个停一步，别下去嘞。那压力表不行，这没办法的，压力太大了。你别吓唬我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远一点。不要停啊！再下去。那就破吧，那不会破吧？你这样吓着我了都。你看是不是面子少喝了？